出言请，即做师主号，为作决定无为的誓言呐。诸大菩萨化世宏通妙法啦，为欲满其本愿。什么叫做本愿呢？会度生成佛啦，就是讲你无度众生，你决定袂当成佛。像释迦牟尼佛咧，生生世世，发度偌济众生啊，伊才成佛啦。啊，你无度众生啊，你就会当上最会当做阿罗汉尔。你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凡是二谛一时相，你无度众生，你都无可能的代志啊，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所以讲啊，你不度众生，你不可能成佛。那所愿流通妙法之行，就是十法行啊，十法行，十法行啊啊！我们都讲过了，但是因为诸位的程度很好啊，我帮助我自己回忆一下，请打开798页啊，798页的啊。前面来的第三行，大小行都算啊。行是修行，一般有十法行，就是见法啊，见到《法华经》，闻到《法华经》，读《法华经》，见闻读诵书，这个是五个，一二三四五编号是吧？持思修说供养，这个就是十个，哎，十法行啊。来回忆一下是吧？798页啊，来，然后正意念啊，就是不杂妄念的思维啊。但是未见听闻是他，哎，无听闻也无是他，无报效别人也无供养啊，一行的劣迹就是无讲啦。就算往返十方的世界，就是虚空幽尽，五愿无穷啊。最后请佛以他方要见修好，也就是请佛心口以三轮加持，令我所作戒办继续诸佛法。他方为佛灭后灭度了所应化的其他国度，即时诸菩萨故当发声离说故言：为愿不为汝啊！以佛灭度了后恐怖恶世当中啊！我定当公算，处以下有二十相，初一相表当算，后边十八相啊，解释当忍辱恒经，就是讲要恭敬的人啊，一定要忍辱啊，不管为什么境界，你就是要继续进行啊，一定要弘法利身。后一相的解释，那么这一相表示我定的世观已分别度了后。在恶世当中讲实法华，那边啊，当行忍辱，第人来跟咱骂爱忍辱，拍嘛爱忍辱。讲有住无地人呐，啊，遐无地位的人就凡夫甲外道咯，恶口骂利等啊，也就是骂人呐，哈，这个念利啊，骂利等就是骂人呐，啊，急加刀中者，哦，佮牙刀来，佮牙棍啊来，要啃呐。我当该忍辱啊！啊，恶口就是骂啊，诽谤啊，这诅咒就是你。这无智慧人就是凡夫甲外道的愚痴嘛。为其邪骂邪理啊，恶口叫做骂，诽谤咒诅啊，叫做理。第二呢，慢谤人啊，嘛，那么恶世中 BQ， 恶世当中的 BQ 啊，下地心残取啊。哎，未得为得啊，我慢心充满啊，嘛这嘛有啊，啊出家小看功夫，都觉家己练得真不得了了啊！这相是说明佛门当中的真相慢啊，低见不正，四谛变冲啊啊，所以叫做邪谛，口是心非呢，脉弄神通，这叫做心残取。若为其诽谤的时候，应当爱忍受啊。哎，诽谤的时候应当忍受。亦有阿难若啊，立意在空闲。那这个那，哎，就是补了又补，补了又补啊。但是一般呢，大部分都是指啊，通这个一部的那是一样的，这个那一呀 啊跟那个那啊
跟那个衣布的衲是一样的，衲衣在空闲啊，诸位行经德，清清见人间者，意思是讲啊，伊家己啊，虽然伫个阿难度真清净的所在，哎，那伊就是原来穿干那讲真个简单，啊，用布外表看起来也真有修行，外表穿个真破烂破散哦，啊，伫个真清净的阿难度出的修行，哎，家己都认为讲伊行真多，讲安尼才是叫做修行，那伫个多起迄毋是叫做修行。啊，迄毋是红通妙法的，迄毋是叫做法师，啊，迄拢无修行，名利心真重啊，攀缘心真重，啊，多起修，迄拢毋是，都爱亲像我安尼，你诶即个静诶所在安尼，即叫做真正的修行，清见人间者，轻视遐拢攀缘，啊，遐拢无多，啊，只有爱像我安尼，穿破衫啊，来到即个清净诶即个所在，无人吵诶所在，家己静静点诶遐，安尼叫做即修行。这个叫做以凡难善的真上慢人，这是上中明啊，以凡夫啊啊混乱啊啊这个圣人，这个烂圣就是没有界限的哈啊，分不出界限呢，把凡夫啊当作是自己是圣人的真上慢人啊。那么阿难若或者是阿难若，哎，这是离村啊村落外能力的娴静的地方。那一行讨得行讨得行就是苦恨啊，啊行讨得行就行苦恨的时候就破那一啊，三个破个再破，破个再破，注意行真的，你讲啊，你这是在修行，哎，一直不一直不无个从那三呢破个破，破个安尼几个月再破，也是主人已经修行正的素金提刀啊，素金啊啊。那么这便是以凡难行的真相慢人，此人对凡是在人间行菩萨道弘通妙法的法师，哎，侬该轻视啊，见欲得到这类人，咱为着弘法利生，也应当忍受啊啊，伊的轻视啊，伊的这个轻贱啊，不是口香糖啊，轻视啊，你讲下贱，或者是诽谤。贪着利用果，以别以说法，哎，贪着利用啊，那么为世所恭敬啊，哦，你为世所所的世间人啊，所给伊恭敬，都亲近下来，如就好像，哎，就好像他，人家恭敬他，就好像恭敬已经得了六神通的罗汉，那这个人贪着利用啊，甲别以说法，是为着要世间人恭敬啊，世间人的恭敬，都亲近恭敬得到。真正见过六神通的阿罗汉，安尼个恭敬，是人怀恶心嘛？啊，这个人啊，怀这个心啊，不好啊，起心动念不好，常念世俗事，应该就定定个世俗人家插做伙，插杂做伙，是不是安尼？哎，常念世俗事，哎，我们这个刚刚在徒弟讲，你来当玩你这世俗哦，你差不多80%，唔免什么。唔免什么担忧啊！你修行差不多成功70-80%啊，还是无世间人诶世俗因缘，无烦恼，无攀缘啊，无是非，无诽谤，拢无。哎，过来就是调整你的心而已啊！啊，你看欠啥个俗共拢中有，这里什么通通有啊！所以你不要念这个世俗的事情，你一心啊在这个道上。假名阿难若，为什么叫假名呢？啊，不是真修行人。真的阿难若是在一时相的清净心的下手啊，你是伫个外表咧给来给去啊啊，这内行的看门道，外行的看热闹，只有外行的人才乎你一偏激啦，开嘴当的谁知呀？对不？好出啊，那么我等过好出的是啊啊，喜欢呐、啊、这个搬弄啊，出的时候啊，宣扬出来我等弘通大圣法师的过失。啊，那些以凡夫啊，烂圣人的这个真上慢人啊，哎、其实啊，也心是恶心啊，想念这个世俗事，改名叫做阿难若，是其实也心无精啊，啊，一动作黑是就真阿难若处，好出我等过，听听啊，就要宣扬我们这些弘扬啊大圣法佛法的这法师的贵姓。这两相名以凡难行者，假行相貌，必为贪着名闻利用果，
经常对在家别以技术非法说法，法说非法，非律说律，律说非律啊！啊，今嘛嘛是有作者安尼，伊今嘛的搞这个活动搞得很大啊！是嘛，先出个啥啊？无修改伊嘛讲伊去修改啊！啊，现在啊，无你伫电视啊是啥物？哦，拢袂输，敢若讲啊，表现出来拢安尼，真正不可一世的大法师。啊，你若认真去听伊讲几句啊，你就赞袂掉。非法说法，法说非法，非律说律，律说非律，甚至啊，占上算命，卖弄神通，目的为着得到世间无敌之人所恭敬供养，装模作样啊，外显威仪，就亲像啊，请得了三明六通的罗汉。可是呢，这类啊，佛门上的真上慢人啊，这个上慢呢、啊，少一个字是吧？这类佛门的上慢，就这类佛门的真上慢人啊。他因虽然住伫山东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住山啊，还是住伫东啊，还是修这个苦行啊，其实伫伊个心中啊，规巴肚内拢是恶个念头，恶个念头，唔是真正真的悟到一个空性的思想的人，唔是真正明心见性的人啊。我来讲个，你明心见性，你个大方向就袂要紧，为啥这个无所得的物件？啊，无所得的物件，你今日摆个这呢澎湃素食馆来摆，绝对都这呢好食，呢也也是同款安尼食。你看，你今日来到一个善车的善人引导，凊彩炒两行菜出来，你照常安欢欢喜喜心，甲伊接受伊的供养，伊根本都无分别的物件，对不？惊你无恶道呢，唔惊你享受啊，恶道就是享受啊，对不？因为世界足球比赛，巴西已经得了冠军，你又能怎么样呢？你今天成大功立大，要赚几千亿，对不对？那你能怎么又能怎么样？没有什么作用的啦。钱遐多，就数目字而已啊。伊嘛是假三等，你要假三等。你真善美的真理，你无得到，你内心未解脱，你搁较济也无效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啊，满肚子恶心念啊，那么常念世俗名利之事，完全是做假。到底阿能咯啊？还是真热是爱进修的人，这种人一定会自赞毁他，自己赞叹自己，诽谤别人，经常啊爱诽谤别人，无中生有啊。其实啊，我这个弘扬大乘佛法的法师的过失，要安怎呢？诽谤说人之过呢？比如讲啊，你作是言呐、啊，你安尼讲咯啊，你来讲啊。这段都要注意听，这段若无注意听，伊这问你，因为真简单，你会误解意思啊。你做誓言，做什么意誓言呢？啊、哦，这个，哦，这弘扬妙法莲华经的人啊，出自比丘定，出自比丘经，就是这弘法的人啊。我为着他利用，伊就安尼诽谤啊，诽谤咱家，你做誓言嘛，好处我等过嘛，啊，他举出我们什么过失呢？啊，这。怀恶心的人就这么说，而作如是言，而作如是言的是讲怀恶心的人在讲的话，讲哪些话呢？哦，就讲持诸比丘定，持诸的是讲弘扬妙法莲华经，讲比丘定安怎啊？拢是为了他名利用的啊。啊，说外道论呢啊，伊所讲的这妙法莲华经啊，唔是好讲的啦，而且拢是外道在讲的啦。哎，所说的皆是外道的论理啊。著作处大乘的经典，著作处啊，这妙法莲华经，这妙法莲华经，这是自己做的经典，来狂惑世间人呐、啊！啊，这弘法的人啊，拢是为着名闻利用啊，哦，分别来解释这本经典，拢是为着啥？名闻利用。所以啊，一定在大众当中啊，要毁我定国，定定就是要诽谤咱这弘扬妙法的人。一直向这个国王大神啊，婆罗门居士给予比丘众诽谤说我恶啊，讲阮这卖出得着啊，为是邪见人。人家讲阮这弘大乘法的人是邪见的人，所讲的大乘法是外道的论语，是安尼解释才知影。哎，安那无吼，伊这文字太简单了，有时候规句拢会误会。这世上是积累以名之前恶人诽谤之俗啊。凡是以凡诞生的恶人呐、啊，拢是无智慧人，伊个是邪智慧人，八九八。家己不该忽视凡是教典的义理，也唔知戒律的开家起凡，所以诽谤受持法华的五种法师啊，所以一家之罪啊，何患无耻啊？
你若要讲这个人的歹话哦，就什么你都有一定绝对有话通讲的就对啦，一定有话通讲的就对啦，吼，算不是安尼？哦，你讲这个世间也不是大家也不是圣人啊，啊，我讲佛祖来做，你嘛无法度。世尊讲，你讲话的人也咪诽谤，你点点的人嘛咪诽谤，啊，你同款啊，你都无论你按怎，人家只要讲要想讲你，你都有办法讲的。哎、欸，你伫诶都市内面开说法，你嘛有人甲你赞叹啊？你嘛是有人讲呀？哎呀，未识去啊啦，无咧走咧山顶修一下禅定咧啦，啊，也无安尼像别人安尼修行啊，食苦行啊，对啊？你看咱人有修行无修行，对不？所以每一个人拢会当用伊个观念，咱的行为呐，甲伊个观念无共，伊要讲啥拢有法度啊。对不对？伊用伊的标准来咧批判你，那哪还没有话说？他一定有话说了。啊，你讲，不过听伊话，我甲放弃，我来刷电，嗯，那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一家之罪，何患无耻？尽说一些毫无根据的虚狂妄语，比如像大雄讲，大雄经恢复算了，大雄论了恢复复者，那是后边人所抄写的杜撰的，弘扬大雄的菩萨所讲的，拢是外道的经论的义理。啊！来诓骗、蛊惑这世间人，拢这说大圣经典，拢是为着名闻利用啊！这恶人呢，不但诽谤正法啊，而且经常在大众当中诽谤在人间弘扬大乘法的菩萨，来破坏众生的正信，毁灭三宝的明灯，可悲可痛啊！你若不相信大乘是佛说，你点点无要紧啊！你去修修行啊！哦，你修修行啊！但是不要毁谤啊！你麻烦就很大。哎，下面是吉性局林六义，我等敬佛故，悉忍是诸恶啊。阮因为敬佛啊，为着要弘法，所以啊，悉忍是诸恶。为师所轻言啊，你定该是佛了啊。为师就是为他们啊讲的这一些轻言，就是轻视我们的，但我叫做考了，用这几句给你考呢啊，你定该是佛啊，你唔当听到这句是欢喜的啊，恁家弘扬大乘妙法莲华经的人啊，拢是佛祖啊，拢是佛祖过来，拢是佛祖在世，你考啊，这句叫做为师所轻言，你等皆是佛，这是你给人考的意思，哎。啊，咱唔是佛啦，咱来讲一个妙法莲华经，讲一个妙啊，这个经典，伊就讲啊，你是佛啦，恁这拢是佛，阮哪阮小乘的啦，阮这唔是啦，讲话就真酸啊，哎，我只是一个人，你上界不爱讲这個，我听着你讲咧讲起吼，我就足艰苦啊，真足艰苦啊，你口口声声，我就足艰苦的，我讲有话就直说，不要这样刮痧，嗯，这样刮这样不好，真正。然后啊，恭维我们有什么事，有什么不满的，有什么误会的，直说无妨，啊，不要绕一大圈子啊，不要呱呱、伤害到人家，卖安呢。这个我定敬佛故，悉忍一时恶业是诸恶啊啊！为啥呢？因拢甲阮考啊，为师所请轻言，拢甲阮考，你定个是啊，你拢佛故唔是？如此轻慢言啊，该当忍受之。作孽恶世当中啊，都有诸恐怖。哎，即嘛，咱咧修行嘛是真侪恐怖啊！啊，个福报个大，个会当拄着正法，啊，珍惜啊！啊，恶鬼入其身啊，骂你毁辱阮啊！我定敬信佛，当着忍着铠，穿上这个铠甲啊，像战争用的这个外面的战袍铠甲，让啊忍辱铠是吧？为善是经过忍处诸难事，只要咱一旦将这个妙法甲弘扬出去，咱忍辱者啊，骂啊、拍啊、啊、敲啊，袂要紧，哎，这哎忍受起来。我无爱惜着我的生命，但是无上道，这句话是为法忘躯啊，真正无简单。那、啊、我们这些法师啊，又有这样子的勇气啊，为法忘躯。生命不重要，法是最重要的啊！延续佛的名啊，延续佛的名，讲什么都不要去听，就你要发的是正确的心，一直给转动大法轮，故来对受到感化，修得感化。哎，我定以来世何其佛说
所主啊，所主就是所交代啦啊。世尊主动地作世恶比丘，在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恶的比丘啊，也不敌佛的方便，也唔杂讲，那只是佛暂时讲一个方便的权智而已啊，是随机所说法的呀啊。恶丘里贫处，贫处啊，就是皱眉头啊，表示对这个啊、不满呢、啊，对那个不满。恶丘里贫处就。所以讲的拢歹话，而且皱这个眉头，说说见病出啊，哎，得赶好的出去啊，哎，好的赶了了啊，对吧？哎，不了解说作势恶比丘啊，唔知或者方便随机所说法啦、啊，因此啊，你也听着大乘法，你听袂入，你听袂入，伊就恶口啊，将只弘扬大乘佛乱拢赶出去，说说见病出啊，这个念说一次又一次的赶呢、啊，把那个弘扬大圣的龙宫赶了了。远离他西呀、啊，啊，他西让他没有依靠，如是定降恶，念佛各铁果，当该当临时说，哎，我们的思维啊，佛也有这样告诫我们，咱拢爱临来的掉，就为啥？为着要弘法，所以啊，我们呢，那是，就佛这些法师啊，还是讲你将来有要行出家这条路，你都要有心理准备，做个老官，爱嫌个老懒。啊，做个老懒啊，嫌个老倌，都两项较严重。你注意听，做个老倌嫌个老懒，安尼较轻。哦，做个老倌去用嫌个老懒，去用嫌个老倌，这较重啊。你有听到斟酌啊？咱一般讲做个老倌嫌个老懒，这安尼无严重啊。做个老倌安尼做，哎，嫌个老懒，嫌个懒一直老，安尼也无够啦。哎，做个老懒。做个已经无力啦，嫌个老官，伊安尼就个嫌，伊就个嫌个伊家己老官，这较严重。所以后摆哦，爱改做转来，那做个老官，嫌啊老官，那就是安尼。而且菩萨要做的事情，哎呀，你无你变怎，你能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在这世间就是安尼啦。啊，有支持你的人，就一定有反对你的人啦。啊，有人来讲，哎，叔啊，我看电视，还猫咪人安尼安尼。哎呀，有别讲，啊，去嘛有人要信伊呢？我讲是足简单的道理嘛。你石头未讲话啊，拜骨嘛有人要拜；树啊未讲话啊，拜骨哪有人要拜？对不？何况讲伊会讲话，伊万万解释伊啊，对不？啊，恁内行的人一听就知影是有别讲，对不？啊，但是你外行的人伊分无啊，伊佛法都完全唔捌啦，伊要安怎分法讲？这是正法，这是邪法的，对不？啊，伊咧讲，感觉真有道理啊。哎，对哦，啊，所以有人咧讲啊，讲，啊，有人咧讲，吼，迄人咧听到迄个电视哦，安尼讲起哦，安尼一台电视讲要甲攻破，啊，有人听到了，会感觉讲，伊讲得真有道理，讲得真有道理啊，哎，讲得真有道理，对，嘛是听伊个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一粒石头拜骨头，拜敢若有石头神的啊，伊袂讲话，冇人咧甲拜啊，对不对？这个都是这样，世间呐、啊，物以类聚，伊说是伊都无修福。伊无修迄个智慧，伊就无迄个因缘，伊免那听着正法，伊免那比较，相对相对根本都唔在。你比如讲，即七相是结成初定诸事方法的大师，为着要敬顺佛、抗拒啊、交代弘经之故，当着如来之意，忍受一切难忍之恶，讲为师定凡夫寡道，以及。男性的正常万人有所轻视诽谤，甚至欲损欢意啊！哎啊，那么讲我顶啊，受持弘通法师的法华的菩萨了啊，拢是现在佛如此轻慢之言，我顶也该当忍耐啊！我做恶事啊，劫当中正是这个时阵处处，你想要弘扬妙法啦？你也拄着真侪恐怖的代志啊，亲像啊，被拍、被骂啊、被诽谤啊，真侪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做法师都无那无真大勇气啊，根本都无可能啊！你袂使讲人来讲两句，咱就收起来啊，甚至去用侮辱、被杀害啊！啊，在这个过去的记载里面啊，为着这方法的啊，佛在世都有啊，对不？这个木建连啊，木建连呢？哎，一家两个徒弟啊，一家两个在经典里面记载，木建连家两个徒弟啊，而且外道去甲木建连拍死啊，哦，拍死啊，
某几年啊，叫哦，脆骨粉丝嘛，死个真凄惨吼，哎，啊，这外道，啊，这一两个徒弟，伊过去啊，拍死迄个外道的，破手破完手，佮佮拍死就对了，哎，甚至啊，比武力，比杀害，哎，龙树菩萨啊，嘛是叫外道抬死呀，啊，这个也是死得很惨，龙树菩萨，哇，那种智慧实在是不得了了。哎，我定敬敬信佛了，当着如来忍忍辱开，开就是戒。古代剑术啊，出剑以防身之故，有开则不为刀剑得进所伤害啊。四教菩萨的藏通别言呐、啊，啊，所得的忍就开无同啊。啊，这加在咱这藏通别言呐、啊，咱有讲过教天台的教观刚中，哎。对这个啊，就比较有一个观念啊。在宗教，在《中阿含经》里面啊，就黑池比丘啊，啊，就去甲佛讲啊，诉佛云的，就去甲佛那里讲啊，讲啊，舍利弗灭我，你讲我，伊就内心真无爽快啊，讲舍利弗灭我，讲我，佛啊，慈悲啊，又神通，佛都当然伊都爱。啊，专过伊安尼来问诶，佛就是表演互你看，伊但是他逐项代志伊哪会毋知？你别猜不别猜，你一讲诶，佛就是知影，伊就爱表演互你看。诶，我来讲哦，佛是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，啊，就是他的演技是一流诶，就对了。哎呀，舍利弗啊，你来啊！啊，佛啊，就搁问伊，佛就搁问伊要做啥佛？啊，就一直嘛是得爱安尼啊，无伊不完啊。哦，做师傅的也是一样啊，假来告诉师傅怎么样子，师傅不能说你有神通，你就直接说假对啊，哎，把椅叫过来，两个人对峙看看，爷爷要故意这样做的。其实啊，师傅早就心里有准备啊，啊，得换这个舍利弗来问之啊，你实在是不是没意啊，还是有公义不息啊？舍利弗的对付讲啊，心不定者，邪为我说我吗？啊，这个要加两个字。若我啊的心不定，就是如果我是一个没有定、没有慧的力量的一个人，那么也许说我骂他，或者是我说他的坏话，这个讲得通。可是我心已定，等于讲我是正阿罗汉个的人，这心一直拢在佛这地位当中，拢在顶中，因何说骂人呢？舍利弗他是一个正果的圣人，他怎么会骂人呢？啊，舍利弗啦，伊就家己比如讲，亲像这只牛已经抵去这个角，这个角就是表示啊逆性的贪嗔痴，牛就表示人呐、啊，除角就是贪嗔痴，就一个人已经除去贪嗔痴了，他怎么会去伤人骂人呢？不触扰人，这只牛的角已经低调啊，牛表示一个人，角表示贪嗔痴啊，哎，不触扰，扰就是扰乱嘛、啊。啊，这只牛的角呢，去给剪掉，伊要开去打人呢。啊，这个人的内心啊，去掉贪嗔痴，所以那人呢，看到这个人的处理代志，就怎讲？这个人内面贪嗔痴有去掉不？你若看到这个人在处理代志，处处都是要伤害人，开嘴就是别人唔对，啊，这个烦恼没有断，那就表示这个真的是凡夫。那如果讲这个人，伊处处也要回光返照，也要讲啊，自己说自己不对啊，对团体。个人、家庭、社会都是这样的观感，我不对，我对不起国家、啊、我要忠贞爱国，这个人了不起。那这个 BQ 舍利弗已经证得性格的人，内心都无这款，伊要哪会去触扰众生呢？舍利弗讲：我心如地水回风啊！啊，地水回风，意思就是哦，就像大地，就像虚空一样啦、啊！啊啊，怎么样？静亦不静，按照。大小便利修理不灭、啊、我的心啊，啊，如地水恢复，一切能跟万物融得下来，心可以融下一切，心可以融地、融水、融火、融风、融静、融不静、融大、融小，受而不骂，我都可以接受它，不骂，就是没有报复的心，无报复的心呢，啊。尤其像咱人啊，啊，有人啊，用这个细胶啊、细爪啊，啊，啊，这个细就是家啊，这个家捆在这个清净的童子的颈一样啊，一样啊，对，死蛇狗啊，那么它的这个啊，夹在这个净童子之颈啊，惭愧至啊，这个惭耻至愧啊，
不骂说他人了啊，这自己人呢应该有惭愧心啊。那么食狗这是不清净的了，是吧？那么夹在这个清净的身体、清净的童子的脖子上面，等于用不净的东西夹在清净人的身上，那么只要有惭愧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了，是吧？有惭愧自愧的人呢，绝不会骂说他人的。利用这个垃圾要被家己清净的所在，那么这不应该有这样子的了。佛门啊，你若拄着恶人，你要安怎管教呢？舍利弗答：啊，我若拄着歹人，我就安尼管教。哇，这个底下讲的这五种啊，这讲的太好了，讲的太好了。第一啊，下面啊，你就这五行，你若背起，这四点你就用不了啊。你真正讲的太好了。第一，心先离口已不先。但念即现，不念不现。第一句我就真感动啊！哈、哦，一心乎啊，不现，就是讲啊，伊身上有点善啊，不杀、啊、不盗、不淫啊，哎啊，但是一吹啊，啊个一意念不现啊，这吹也没人家讲讲，唔可能一心啊，也过去做点么善事，所以啊，但念即现，就是念一心乎啊，也不杀得淫，哎。但念这个辛苦有做个善事啊，啊布施啊，等等种种啊，哎，但是不念不善啊，对着伊的口业甲意业，咱卖个计较，哇，这是何等的修养，是不是啊？你们能大家能做得到这样子吗？哎，我相信呢、啊，大家一定做得很好，比师父更好，是吧？念念用其心经。以净我心啊，那你想讲啊，也辛苦了，清净啊，那你以净我身，就是拿它为做模范，我向他学习来清净我自己，就是念用其身净来赞叹他，来模仿他，学习他，以来清净我这个色身，拿它做模范呢，拿它做模范呢，哎，对吧？像小学啊，大家都敬显这个模范身啊，模范身啊，弃其口意呀、啊。以戒我口意，哎，那么放弃伊这个口甲伊的恶业，那来经过咱的嘴啊，甲这个伊的恶业，那就是讲伊作恶，我经过家己，我袂使像伊安尼。第二，口清净，但是心甲意不清净，也念起口啊，念讲伊这个口业就真善啦。啊，这个是真善啦、啊！哦，会晓弘法利生啊，会晓苦劝人念佛啦，会晓苦劝人布施啊。但伊的心苦恶，还是意念有恶，那我们呢就不要去计较。咱卖对伊啊，咱对伊的嘴就好啊。这第几善的种子啊，不善的戒子呀、啊。啊，第三呢，意精啊，算是心口不精啊。啊，哦，这个伊的心啊，无贪。哎，无念，无这个哎梦想啊，也无这个清净心，无简单，心口不净，唔过伊心甲口会行不净，也念记伊啊，卖用伊心甲口。第四呢，三业皆不净，虽无可用处呢，但当痛临时啊，同情他。哎，心口无一项是清净，无一项是。啊，护卫的对，啊，咱就怜悯伊的对，啊，输的都得先地些个，哎呀，咱来记得，记得讲有一天，希望伊会当都得先地些来治伊的三业，啊，唔通可以对了这个三毒。第五，三业该清净啊，上念是人来做模范，念者者就是平等啊，希望我会当甲伊同款。愿者希望啊念，大家爱思思念念，甲伊同款。愿啊就是啊，希望讲我将来会当啊，甲伊同款，遐尼啊高，遐尼啊清净。如上所说，是宗教当中用这个苦无常、不净无我，以为铠甲来作为修行的啊防护线，就关照得到，关照得到。我们呢、啊、一般都是藏教的修行。那么如果你智慧较管，用通教，通教。啊，九百页啊，九零零，用这个虚空啊，就是虚空界的分析物质现象，而使他了解到最后都是空不可得，叫做虚空。虚就是分析啊，空就是、啊、没有所谓的色心恶法，无所谓色心理幻，
用虚空为铠。啊，咱若是冷静来分析这个宇宙万物啊，无一项是真正的物件，这项拢唔是真的。虚空为铠，观灵灭、所灭、刹那间寂灭，与我何有呢？参我有什么关系呢？美丽的美声啊，该懂歌响，了不可得啊！因何不听来呢？啊，就像鼓响啊，这个深谷里面的响啊，啊，只有回音啊，没有真实。鼓响啊，就是了不可得。因何不听呢？啊，不管你听的啥么啊，那只是一种音声啊，不要管它。第三，别搞用这个为开啊，观察反复啊。不了解迷就是空啊，啊，不了解这个迷是啊，音声是空的物件，所以起这个烦恼，增长三毒，所以三毒发界，或者是人恭敬安忍嘛，即由人天发界，出世圣人了吗？是空啊，阻断结束烦恼，所以有理性的发界啊，经福以迷者生大悲心。念佛之恶苦，亲像啊，囝啊，公婆里面继母啊，哎，老母啊，就里面哩啊，啊，爱互伊病好啊，啊，囝面老母是因为神经病啊，神经无正常，即囝面老母，老母当然袂较见怪啊，所以着诸佛菩萨的法界，如此处地观察，迷中出生十界，差别不同，该是原生即个，因何不念呢？所以啊，咱来也要关照啊，啊，当下拢是阶段，安尼不要关照的白死的，永远你的白死在迄个所在，学佛的无啥物啊，常关照，保持渺渺安详，提起正见，发菩提心，他共拢这几句呢，保持关照，渺渺回光返照，保持渺渺安详，不受六根六尘六识的左右。零零绝绝无上的觉性，通通在直下承担。但是因为咱众生的习气重，恶业做太侪，妄想太重，所以爱在思想当中啊，爱磨练，爱磨练。书头都讲的拢是一种理论尔，爱在思想当中啊，吃尽苦楚，修行只有点滴的功夫，没有一触即成呐。啊，那些得到无生法忍的人，拢是何定忍不过来。你以为六祖啊，六祖那在这预言家里面啊，就炸得供啊，171年以后，在这个地方有肉身菩萨在这里啊示现。你看六祖要未来，人171年前人就供六祖，有一个肉身菩萨，金刚不坏。六祖要未来，你看那是何等人物啊？那就六祖那不是佛来示现的是什么呢？对不对啊？所以说啊，你们能夸说啊，人家那个弘法呀、立身啊、法师啊、智慧的高超，我告诉你，那个都不是一生一世的，那个都是无量亿劫来所修的大圣、大根器的人再来的，是吧？一文千物嘛，啊，第四的圆教，如今经明念佛啊，各贴果，该当临时书，佛就是佛宝啊，各贴就是啊法宝啊。啊，佛法不离就是经宝啊！哎，你当念一体三宝，把笔拿起来啊！这个一体的旁边呢，写两个字，写自性，自己的本性，自性啊，三宝啊，自性本身就具足三宝，何以故？啊，自性本身就有具足一切的智慧，就是佛宝。啊，智慧能演无量的法。本身就是法宝，智慧跟法配合，一切境之一如，就是和，就是身宝，自性就是身宝，是自性佛宝有觉性，自性法宝具足演一切的法，自性啊佛法合二为一，就是平等，就是无争，就是身宝，一体三宝，凡心平定诸佛依我。众生是阿个别，我为令众生幻灭归我，七说出经了的灵马修马之心，上定诸佛啦，下定众生啊，诸佛之我就是我的心我，众生的灭就是我的心灭，如此观得只有一心灭我之不同，无迄个灭甲彼灭差别啊。
人来骂咱，食一杯甘蔗汁，咱卖骂人就好，人来咱来去用骂，食一杯柳丁汁，快快活活，咱咧清凉，伊咧艰苦，时间到你个个，甲叫伊啊点点啊，息怒息怒，开始乌龙茶大罐的啊，叫伊息怒安尼，莫大细声啊，这就是立主必息。做发空做，着忍着开，一开一切开啊，不开你未开啊，就是无所住，当作是我们的铠甲。那是弯角啊，是铠甲。我无爱惜着我的生命，但惜无上道啊，但惜无上道，就是指珍惜幸福的法华，就是表令违法罔顾。违法罔顾，世间人啊，拢爱着伊的身躯啊。咱啊，会当重发轻命，那也阁有啥物不能忍受的代志呢？何其佛所交代，也就是响应佛在发誓品以来一再苛刻交代，爱何其发华。那么这个平处啊，就是愁眉苦脸呐、这个皱眉啊，蹙额，这就是心恶，恶口就是口恶啊，也唔知佛方便说啊，将方通一心妙法。当作外道的人，这就是异恶啊！我作恶是三业皆恶的比丘，那有可能用咱阮这三业清净的方法来代数呢？所以烁烁一次又一次的一再将阮啊赶出去僧团，那人家讲阮是外道，原地一踏实，那对着这难忍之事啊，咱拢爱遵佛所说红经的红规。脾气忍着的伊，也即可安忍而无有退转，唔通去有影响的啊！也加在咱家拢是大乘法的啊、所以也无人会甲咱管啊。下面当弘经，诸古乐善意，既有求法者，我皆得其所，说佛所啊交代之法。我是世尊师，处众无所为，我当现说法。愿佛安稳住啊！佛啊，唔免烦恼。我啊，来到迄个所在啊，讲佛所交代的法，就是妙法咯。我是世尊数的是世尊派来咯，处大众无所谓，一叫大大菩萨啦。我当先说法，恭敬啊，讲佛真好。愿佛安稳住佛啊，唔免操心。上来啊，十六相光明行忍之事啊，积着如来忍着伊啊。这两相初相明入如来诸比相，初相明啊，自如来发空者，全部爱依法殊品弘经的三规啊啊。那么理法观起说，初经是真佛祖，是真法供养如来者，诸古乐善意，现在世上人间无论何时何时何处，既有求法者。只要有求法与佛法的善念啊，观其应于何心得度，阮家大菩萨拢以大慈悲心现种种的心、来到迄个所在，遵照佛所交代，先说方便三乘的教法，然后再开始说一乘、三乘教法、声闻啊、缘觉啊、菩萨圣等等啊三圣教法，然后再开始讲这一圣的啊，一圣就是讲声闻、缘觉、菩萨在当下。就是佛道，没有什么，这是什么三圣的？或者是为其说法华经，令得佛的智慧。那讲，阮是世尊的使者，依照佛的开示三种的义规去弘法利生，决定处于天人大众当中做师主后，说法无所谓，我当先说法，也就是如诸法实相，如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就是讲啊，有时啊啊，讲有空的说空，应修的宽修，应净的宽净。绝对袂讲法说非法，非法说法，律说非律啦，啊，非律说律，乱讲就对，啊，颠倒讲就对，决定做甲言为天下行啊，啊，天下法啦、啊，行足万世殊啊，愿佛安稳住以他方世界啊，也遥见修好三轮加持，我以世尊见，诸来十方佛啊，法如是誓言啊。佛住在我心啊，这一相啊，是吉祥诸色风景。古今诸佛啊，自然可证得阮弘法利生的发心啊，
有关是必行啊，有关是啊必行的决心。第三种问答研讨啊，欺骗啊较短啊，问既然被诽谤讲是外道的论语啊，为什么又搁被诽谤讲著作经典呢？答：初诽谤正法是外道论语者，当时印度婆罗门教称佛称机为外道。婆罗门有四吠陀，18种经典啊，18种经典呢、啊。我现在写啊，里面呢、啊、稍微啊，四吠陀啊，然后6论以及8论，就这样写就好。四吠陀就是刚刚四吠陀，也简单说，四吠陀就是18种经论里面的4种啊。这是4+6+8，总共18种经，这个东西印度外的18种的经册啊，或者是有人讲18种大经、18种经、18大论、18名处，这东西是指外的。那么这个四吠陀是18种里面的4种，就是4/10，18种里面的4种，包括四吠陀。那么四吠陀加6论就是10，加8论就是18。总共18种经，四吠陀啊。那么这个四吠陀啊，稍微简单解释一下啊。这个四吠陀是古印度传统的正统的思想啊，这个比佛教的这个经典啊更早，是婆罗门教根本的圣典啊，根本的圣典。这个四吠陀啊，翻译成中文呢、啊、叫做智论。就像大智度论那个智论，或者是明论，4种智慧之论，4种明论啊，或者是无对，因为你讲英雄观的掉，英雄观的掉，智论、明论、无对论，无对论就是四吠陀。那么这个吠陀经典呢，是古印度啊，这祭祀的仪式有不可分的关系啊，因为也职责不同，所以分成4种。第一个。啊，你们了解一下四吠陀，简单讲一下。第一个，吊车诸行杠铃，那、啊、来这个祭坛，并赞唱啊，这赞唱诸神的威德啊，或者是烧东西，或者是施布施东西，这种祭官，这个拜祭的官叫做祭官啊，就是离聚吠陀啊，离聚吠陀，离就是啊，离山的离，聚的聚，一个人在一个。文具店的具，离具吠陀，离具吠陀啊，阿里山的离是吧？离山痴行花的离，然后具一个人部，在一个工具的具，吠陀第一种啊，对，第一种就是招请诸神降临祭坛，并赞唱诸神的威德，叫做离具吠陀。第二种，祭祀的时候配合有一定的旋律来歌唱啊。有一定的旋律的歌唱，属于这个咏唱，咏就是加一个言部，一个永远的咏，咏唱啊。这个祭官叫做沙摩吠陀，沙土沙的沙，摩啊是按摩的摩，沙摩吠陀。第二种就是沙摩吠陀啊，就是一定的旋律而歌唱，叫做咏唱，就是沙摩吠陀。第三种叫做唱诵祭词啊，担当这个祭仪或者是斋供这些整整的祭祀食物。啊，供这个啊，这个属于供西祭官，啊，甘丹供的是这个祭祀啊，拢应来做得掉，负责这些仪式或者是斋供啊，这些祭品都他们负责啊。那么这个叫做夜柔吠陀，夜柔暗喜爱呀呀柔柔和的柔，就是主持啊祭祀的仪式、祭拜的仪式和斋供。第四叫做。这仪式的开始啊，能够达到消灾啊，那么增益啊，增益消灾，一旦精液，并总监全盘祭祀者啊，属于总监啊祭祀，刚刚讲的是干团啦，监督整个祭坛，这个叫做阿达婆吠陀，阿弥陀佛的阿达，这是一个门底下一个啊阿达的达啊发达的达是吧？啊，那个婆啊，沙婆世界的婆，阿达婆吠陀，阿达婆吠陀。那么这样，我们就有一个观念呢：四吠陀就是跟这个仪式、祭祀的仪式有关系的一种经典啊。一个是
主，第一个是指招神的，第二个是歌唱的，第三个是组织仪式的，第四个是总监坛的，是吧？所以说离聚吠陀、沙摩吠陀、夜柔吠陀、阿达婆吠陀，我们就有个观念了。我们常常讲的四吠陀，四吠陀经典，这个是古印度传统的正统思想，婆罗门教的根本圣典，他们也讲六道轮回。我们的六道轮回的观念很多都是根据四吠陀的这个精神，轮回业力都是吠陀经典的这个思想，轮回业力都是四吠陀的经典的思想啊。这个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啊。我们很多佛经啊都跟四吠陀的经典啊有很大的关系啊，比佛经还早啊。十八种的加一六论，搁加一八论，出名外道论义，哎，一旦讲是《妙法莲华经》的义理，在比十八经典当中啊，皆无此说。因为佛教讲的更彻底，更彻底啊，更彻底，所以有比回谤著作出经典，唔是胡说说，参外道同款。问恶人既然回谤弘扬大乘的菩萨，为什么一个赞叹句，你应该是分呢？答。修行人对学大乘的菩萨所了得诸法本性的空寂，没有理想烦恼，就是菩提生死，就是涅槃，众生就是佛。他就诽谤大乘的菩萨说，你那么你就是佛了，你不用修行吗？你不用修行吗？这不是赞叹啊，是给你考轻视，给你考。哎，我旁边我都给写一个夸，因为考我不要写，这个就是夸我们的啊，叫做为师所轻言呢。问这以凡滥圣的真上慢人，为什么都爱诽谤弘扬大乘的菩萨呢？答：其所以起谤有两种原因，第一，天魔恶鬼来入其中，令其诽谤；第二，本身的愚痴也没有正见，唔捌听到《法华经》，是文理不相信的，也唔知修行只是方便尔，所以接受诽谤大乘。哎，只这个小圣诽谤这个大圣，那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。本品的公完呢，即是寄怀送，是连遭风雨不肯停啊！啊，这个凉是不对的，这个凉的话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。怎么连遭洪亮，那不肯停？那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这样子，应该是雨字才对。连遭风雨不肯停啊！啊，这连日遭就是日嘛，连日来这个风跟雨啊都没有办法停止，恰是平生一片心。什么心呢？弘法洗尽众生污垢的心，弘法舍身啊，这个弘法的心，那、啊、恰是平生一片心。为什么连日来风雨不停，就可以洗刷你的尘垢吗？愿将法雾如春雾啊，也希望在这个法雨啊，当作春天的雨，及时雨啊，来灌溉啊。春天的雨就是要灌溉喽，万物要成长了。撒这个法语也是一样，撒下去，这万物的成长，众生的这个八十天中啊，有大圣的根气，佛教的因果，十善的根气啊，这个种子一直起来，遍撒尘寰度众生。尘寰呢，我们讲的一般都讲宇宙啊，就是世界的意思了，遍撒整个无量的世界而来度众生呢。是连遭风雨不肯停，恰是平生一片心。愿将法雨如春雨，遍洒尘凡度众生呢？啊，那个两字啊，可能不对。如果我们再查查看，万一如果我讲不对的话，我再跟诸位求忏悔啊，我再跟诸位抱歉。我认为这个是雨字，不应该是两字。那个两字的话，就这个意思语义就不太一样。如果我有讲错，我会当众向大家求忏悔啊。那么如果我有讲对，改过了有对的话，我们会继续啊告诉大家啊。我们再找找看这个到底是两还是语字，应该是打错啊。好了，那明天呢，我们星期一啊，我们继续上课啊，继续上课，希望大家不要缺席。法华经可以说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啊、哦、很重要的。那么里面那一些来打八关斋戒的啊，课本不要带走，因为里面只有来一天嘛，哦，不要课本不要带走啊，不要做笔记啊，不要写在上面。谢谢大家，下课。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让
向佛法注视，普利有情，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。希望大家发心，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，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，十化为百，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。高雄文殊讲堂。